坏了，那前边这警察要查喝酒的呢，你说我这口酒喝的倒霉吧，你说赶紧。哎，醒醒。哎呀，你好。你好，这车怎么停这儿了呢？车怎么停这儿了呢？是吗？这是车吗？那你还以为是炕呢？我睡着了。司机呢？你是不是喝酒了？喝酒了。我们正在查酒后，来配合我检验一下。不过我没开车喝酒，你检验我干啥呀？你没开车，谁开车？开车的，谁开？他干啥去了？哎呀，可能是车没油了，他去找油去了。你这车不还有半格油呢吗？这车烧机油。不是你这车谁开的你不知道吗？我车我儿子开的。你儿子呢？我儿子可能去找油去了吧，我给他打个电话。赶紧让他回来啊，要不然把车给你拖走。对。儿子，你溜哪去了？你警察来了，你走了你啊？什么玩意儿啊？那个啥，我这车搁这不行了，那个警察来了搁这儿。你赶紧过来一趟啊，你这那开车哪有这么开的，听话。他问这是哪呀？你儿子刚走不知道这是哪儿。你刚走你不知道这大戏院后身。快过来，你这是违法停车，先给你做个笔录。车主是谁？什么叫车主？车的主人。我儿给我买的。那就是你的车呗。我的车。姓名？姓赵。名字？肇事者。我没问你肇事者是谁，我问你名字叫什么。我名字就肇事者呀。世界的事，折折巴巴的折。年龄？53。你这快不行了。你说啥玩意儿？我53就快不行了？不是，我说你这车底盘都漏油了，咋还上道呢？这车是新买的，这秋七啊，这不看不出来吗？啥车？秋七。怎么？这不秋秋吗？新手的秋秋吗？这车，哎呀，挺贵的。这个车到你手也不值多少钱了。不是，我5000块钱买的，我儿子花25000修的。这车厉害呀！我跟宝马都飙过车。你这车跟宝马飙车？有一天下大雾嘛，看不着，我就为了省电，我也没拿灯，我就跟他走，走走，咣家就给他撞上了。完，我吓得我跟他急眼了：“你停车咋不告我一声呢？”他说：“那我都进库了，你咋还赶紧？”你那是给人追尾了。是追尾了。赶紧签字。别的，我儿子你能熟悉，等他来，他说认识你队长，跟我没关系，不是有关系没关系的，真的，开4S店的，沈阳，叫三毛子，你看见就行。这孩子，不省心，这孩子。哎，你干啥去了你？咋了的？你这，刚才你咋说这车你给停这儿干嘛呀？车你这警察正搁这呢，搁这。查酒驾呢，就这个完了你就撂这了，你干啥呢？我搁那边喝酒呢，干啥呢？正喝呢，喝热火朝天。你夸一个电话，我这俩把我吓。警察你好，怎么了？我这些撞谁了？没撞谁。那个，你是他儿子？我是他儿子。这车是你开的？不是。你怎么来的？我开车来的。不是，我们
我司机开车拉我来的，是的。啊，对了，他司机拉的我坐这车上了，完他说你先等一会儿，我就睡着了。他说他拉他去。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早上你不自己走的吗？我有事儿，我司机一直在那陪我来的嘛，不这个事儿吗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跟我跟他对一下子，你怎么就走？等会儿啊，你早不喝晚不喝，你在这喝啥玩意儿呢？咋了？喝酒咋了？那查酒驾呢？我这我喝了一口酒，你查酒驾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也喝了吗？啊，你开车了？我开车来的吗？完，你给我打电话说车是我开的。那我咋整啊？我没不知道你喝呀。你这是我亲爹，你这不把我扔里了吗？这不是吗？你不说你有人吗？你找找人啊。找谁？你找谁？这玩意儿人家认酒不认人啊！现在呀，逮住就完了。现在呀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那个，我先打听打听警察，这玩意儿怎么个处理法啊？什么标准呢？按照新交通法规定，如果是酒后驾驶，就要处以罚款或者拘留。啊，那没事，罚点款，打平滴流就完事了，是吧？什么滴流？还打什么滴流？就进去了，还打滴流？如果是醉酒驾驶，那就要负刑事责任了。刑事就废了，就废了，找谁不？那都怎么个标准呢？按照老百姓话说，半杯啤酒就是酒后，一瓶啤酒就是醉驾，对，一两白酒就是酒后，二两白酒就是醉驾。哎呀，那他喝半斤，半斤白，没，那跟他没关系。这怎么你喝多少酒啊，爹？这还听不明白吗？那警察你在哪？我跟他解释就行。这个酒后驾车就好比你打麻将，明白没？喝半杯啤酒就等于点个屁股。哎，喝一瓶啤酒就是点个夹，喝一两白酒就是点个飘。像我这喝半斤往上，基本上就是三杠一飘，单打七仔杠得开，咔满贯。全满。行了，全满了。你俩回家打麻将去吧，车到底谁开的？我开的。那个警察，我听了，这车呢是我开的。我开，你开啥？我开的。你啥？你开，你不进去了吗？你不满贯吗？你？我满贯，我顶天是个屁壶，我开的。你啥壶？这炮我也不能让你点。警察，那个这炮是我点的，不是，这车是我开的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搁哪开的？你上哪去了？我不知道你上哪了，我咋说呀？这车啊。怎么回事呢？嗯，俺那老哥几个给我过生日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我是一口酒都没喝，完了我一直喝茶，我就去趟厕所，回来我一看都差不多了，我说咱这样杯中酒吧，完我端起酒杯我还以为是茶水呢，我喝完之后我就觉得有点酒味儿，因为上次被处理过一回，后来我就，你说我是，哎呀，这我开的，你就咋处理都行，老爷子，车确定是你开的哈？是我开的，那你怎么上副驾驶了呢？我看你这啥，我害怕了，我就装睡觉了嘛，这不是？一跟他就过来了。爹，不是说当儿说你，你说你这招出的多高啊？警察我都不怕你笑，我爹这都不第一回。头两天拉他孙子出去喝酒，我儿子才四岁，他喝完酒开车回来，半道遇到查酒后的，他一看睡不好，搁车上给孩子灌口白酒。警察一查他，说你吹呀、啊，吹完说酒精超标，他说我没喝酒，超什么标啊？你那玩意儿好使吗？来，你给孩子吹一下。我儿子吹完也超标，给警察整懵了。对不起，大爷，我们的机器坏了。你这啥玩意儿？别说了，后来不也处理了吗？你处理是没事，我儿子回家耍三天酒疯，睡三天没起来。你啥玩意儿？我不能这么干了，爹。哦，上次的事也是你老人家哈。是吗？这次没有那事了。来吧，既然车你开的。我这有测酒仪，来验一下。测吧，喝。你到底喝多少？啊，屁壶。怎么没反应呢？你看，还死活呢，是吧？你就好好吹吧，你是往回抽的气儿啊？啊？好好吹吧，这啥时候？来。没。还是没反应啊？啊？怎么回事？是不是机器又坏了？不可能。车坏了，是我吹啊。满贯，嗯，叔，你到底喝酒没？哎呀，那我可能是吓着了，那里头就掉几滴酒，我可能
哎呀妈，紧张的，醒酒的，炸糊了。这闹玩没有这么闹的，你炸糊啊你！炸什么糊？警察，那这么说这样啊，你那个该你就按我喝酒了处理我，我接受一次教训，行不行？好了，该罚罚，你该啥啥。既然你没喝酒啊，那个今天也没有造什么事故啊。赶紧把车开走吧，不罚款了。爹，您怎么没喝酒？这事儿好啊，我们这是人性执法。你爹，你今天对我，你可以别人性了，好不好？你会你少罚款。您只要没喝就没问题，大平。你别整吓人捣怪的，你这个是有啥玩意儿？嗯，这罚点，多少罚点啊？能不能不磨叽？再磨叽，把车给你拖走啊！不想急眼了呢，你罚点，罚点呗！你说多少遍了，罚款不是目的，罚款不是目的，知道吗？目的就是罚款，不是，是为了让咱们接受教育，你不知道？以后啊，咱爷们儿都别喝了，对不对？是，警察呀，多不容易呀、啊，这一年四季，春夏秋冬，你说这大夏天，这赶上七月份能有那热都有四五十度，站在油漆路上就搁那指挥交通。而且那尾气排放对身体还不好，咱们搁这车里的一箱壶开空调还这事那事的呢，到冬天冰天雪地的四十多度冻那样都有关节炎呢，所以说咱要理解警察，今后呢咱们都守点法，谁也别喝酒了，行不行？不是不让你喝酒，哎，这话说的对，关键是喝车别开酒，开酒别喝车，对不对？是啊，只要你能理解我们警察，我们就心满意足了，再苦再累都行啊。我们的愿望不是抓多少酒驾，而是愿意当你们的守护者，护送你们安安全全回家。哎呀妈，好了，哎呀，那个有机会咱们啥，那个过年的时候吧，哪天请你喝酒。哎呀，记住啊，美酒可以重造，生命不能再来，再见啊。对，现在那个大叔，你那个驾驶证呢？我这儿有，这儿肯定好，有证。这边行车证，真是这个者啊！肇事者嘛，就是名起的不好，你给我改改名，你咋给我起的名？好了，不是我给你起，是我名你给起的。你说你起的什么名啊？还你叫肇事者，给我怎么叫罩不住？你说这啥名啊？这是啊？我这是你爷爷起的，我得找他去。找他就找不着了，哪天我给你改了吧？真的，这爹，那个事务处理没啥事了，走。行，走。你干啥去？回家。你回来。哎呀，对，喝车别开酒，开酒别喝车。爹，你开我车。啊，你坐你那车。真的啊，散会。我屁股还要。